陈小姐，小姐，首先我想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昨天车祸是怎么样发生的，好吧？昨天是这样，因为我要赶着去拍戏，我在敦化南路洗头发，王才来接我。就我们出来的时候，就在这个红医院附近，那个十字路口。我们开车出来，刚好从旁边闯出一个计程车，两个车就撞上了。那么您是一个车祸的这个受害者了，先是受伤了，对这个汽车驾驶人呢，是不是有什么呼吁？希望他们开车，因为我知道当时双方开车都很快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我今天受了一点车祸，在我个人觉得，我希望以后司机朋友大家开车都小心一点，不要开得太快，在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最好按按喇叭，或者是稍微停一停，大家要赶也不赶这一点时间，是不是？您的伤要不要紧啊？是大概怎么样子？大概我想大概没有什么关系，照个片子，医生说大概没有什么多大的妨碍，就是一点外伤，大概1个多礼拜，外伤好了之后就可以继续工作。您这次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啊。对。我们祝福您早日康复，同时希望您早一点跟我们的观众见面。谢谢您。谢谢。